生活是什么。现在我就来分享我一天的 schedule。 睡前时我都会先泡澡，促进血液循环和舒眠。再来我会到我的冥想室做冥想。初学者一开始十分钟就好，真多有钱的企业家都是这种的习惯。再来做 SPA 热食按摩。每天辛苦上班对自己较好的，大家不要轻松，人就快活。再来我会请美甲师帮我双眼的幸运色。今日是粉托马豆红，我感觉今日袂歹哦。最重要的是大家拢爱乳牛啊。我食的是香芦笋甲煎蛋，早起食煎蛋对脑部真好。我是啉咖啡醒脑，我是啉红酒美容啦。再来，我会去我的公司上班。来看我呢，我嘛是真打拼。二三三空即摆地点哦，安尼买二十张啦。差不多开始做工课呀。秘书会甲我汇报今日的 schedule。你讲有钱人，有钱人的有钱是因为伊想要赚搁侪钱。一种是厝内底本来就真有钱，做完真好。一种是后天拼命。无人会嫌钱多啦，所以吼，有钱人会做有钱，是因为足认真打拼的。下班会去健身房重训。身体健康，心情就轻松。考试的时候会去 club 甲朋友开跳舞趴，嘿，上 popular 的 DJ 该请过来。跳完就吃物件，甲朋友开讲。一天的 schedule 就是这样啦，差不多要跟你说再会了。